好，这场是 Q 打 Duck 哦，地图右下角是 Duck， 左上角是 Q， 地图是强川工厂。原版的不朽会比现在的好吗？以前的空门升的时间，直到现在比赛晚快40秒的样子。我快累个。以前不朽者是 PK 王者，一打一的话最强。哇，超卡欸。人家播完了，不会打剧情哦。重组好像要打一波了。从这时间爆狗，因为太早了。两船兵是5:30到你家嘛？哦，不对，两船兵是5:00到你家嘛？他这时候爆这些狗加毒爆，然后等一下那个两船兵再出来，对不对？他炸进去打你家，然后家里再用生出来的狗跟那个后虫来守。好，扎进去。
哇！我天，居然有鬼雷！120的拼，哎呦，深埋地，他用埋地堵爆吗？挂了，哦，好卡哦！这汉服怎么卡成这样？怎么这样？怎么 OB？ 但我一直以为小灵儿是女的，我到昨天才知道她是女的。我一直以为小灵儿是男的，我到昨天才知道她是女的。我想说男的看啥？看什么妇科？
然后这张地图来到事务章里，定左下角红色 Stuck， 右上角绿色的人类 Cure。真的别闹！我跟你讲，我平常天梯就有在练习，对，练习开场让对方跳，没想到在比赛中就这样做出来了。好，裸双打死神开，这前面也没啥好讲了，都差不多。神秘流程，哎呦，这个解放者没赚。
我、哦、这边是走飞塔、欸，大可这边是走龙狗毒豹。哇，太会载了吧！点了，哇！直接带走，太神了吧！这场浪人看了应该蛮喜欢的，因为这打法跟浪人蛮像的。哇，太神了吧！这个机枪兵。